通过。啊，比赛现场的状况安那？不顺利不？今日哦，来人的数据拢未歹啦。毕竟要通过公司第一关的审核，嘛唔是真个简单。董事长，今日比赛成绩已经出来，这是合格，这是不合格。请董事长过目。好了，你先看下，我再去看过。等我选完要面试的人了，我再给你通知。扣过，安尼就好啊！你讲要选哦。这边的题目啊，我超过叫人做较困难的啊。安尼才我都看出人真正实力啊。阿哥嘛有可能因为安尼，连到还是块人才老高去。坦白讲，其实笔试只是一个参考，看人还看伊的潜力，所以我要去选这边。老哥，你的做代志哦，确实是较周转啦。江上任会跌倒一边，通过个个要选，伊若是无选到江上任，我要安处理啊？你看，真像说进前伫个科技业啊做业务经理啊，按过因为裁员不得已，伊才失业。真像这种人才啊，就应该要甲留落来。等面试时，咱再好好观察看卖。上任某同贵鄙视，江上任，一路水的好生。进前伫餐厅做服务生，啊，即马要来咱药厂参加鄙视，确实是有较勉强，我乖乖都通过。是伊哦。我感觉这少年家哦，真有上进心啊！愿意挑战唔捌接受的行业，通过。是讲伊敢若差一题，都我都合格啊！这个表示讲哦，伊嘛有真认真，有下过功夫啊！多谢机会。